老大，你的意思是我们一点机会也没有了？阿鬼，如果我死了，你会难过吗？一定会难过的。换成你，我也一样。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之前，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兄弟们的安全。稍安勿躁，机会可以等。你怎么样？我的心可一直都在悬着。老伴儿啊，你放心吧，我四周到处都是警察，连根针都插不进来。这就好。老伴儿啊，我觉着我像刚出生被包得严严实实的孩子一样，浑身不舒服。三天了，夜宵一点动静都没有。看来猫头鹰是不太适应白天的光线。我们急，猫头鹰会更急，所以我敢断定，它马上就会出现。我准备多给他们点机会。厂长，一定要谨慎。明白。他们果然找了个替身，他们怀疑我们要下手，所以弄了个替身回家。一是为了保护，二是为了引诱我。中山就在大厦里，就看我们的了。调包引诱他们，这个办法好。怎么了？着急了？可惜啊，我自己上不了场啊。厂长，这步棋下得挺好，但是这盘我输了。来，再来一盘。哎，不来了，我得去监控室了。哦，那好。电脑，稍等。怎么样？这楼里有没有遥感信号啊？没有。都给我检查好了。检查好了，每个角度就检查过了，没有炸弹。哎，十三楼有着装解员吗？喂，老大，可以的。我知道的。Thank you.
没事吧？嗯。啊？杀手抓到了吗？哎，他妈疼死我了！这事儿我应该检讨，安排布置机动性不够，导致犯罪嫌疑人死亡，线索中断。在咱们破案的过程当中啊，一定会遇到一些你我都意想不到的问题。我看你啊，没必要太自责。可惜没了活口，郭处这三枪算是白挨了。你小子，你给我等着啊！你能把案子破了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哎，长征。啊，你是怎么算出来他们的行为逻辑的？别说这一点，我真挺佩服的。因为他的智商和我一样高，所以我就模拟出来了。说你胖，你还传起来了啊？你怎么没算出来他们往空调口里放炸药？哎，不是，你看郭处，我都做了那么深刻的检讨了，你小子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们通过这一次交锋啊，对这夜宵集团的素质装备。有了全面的了解，夜宵死了弟兄，他不会善罢甘休的，所以我们能抓住他的小尾巴。这名杀手叫王健，绰号阿鬼，他还有个弟弟叫王彪，绰号阿彪。这兄弟俩在广东和河南都有案底，是有名的杀手。前年兄弟俩在广东杀了两个澳门人，据说是黑道火拼，然后就销声匿迹了。他们俩的协查报告我看过，这兄弟俩不好对付，心狠手辣。那天这样啊，你多印一些他们的照片，在本市还有其他的几个县市调查，看看有没有线索。另外，让广东的同行给发了一份他们哥俩的详细资料，尤其是常用的作案手段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我们需要停一段时间，等待时机。应该的。现在警方全副武装在盯着我们，我们应该沉一沉，休整一下。但时间不能太长，否则夜宵集团会成为别人的笑柄的。我们能够沉得住，中山，他未必能沉得住。他在生意场上树敌太多，现在他有难了，他的那些生意伙伴哪个不想在他那儿掏上一勺跺两脚。是没错，他忍不了多久的，只要他一动，警方的网就会有破口，我们就会有时机。对，让兄弟们先调整一下状态。担心阿彪的情绪啊。是啊，阿鬼毕竟是他的亲哥哥，他们父母死得早，他们哥俩一直相依为命。三顺，阿彪的情绪怎么样？嗯，你带他出去玩玩，散散心嘛。什么？早晨就失去联系了？啊，不不，你不要动，我去找他。咱们快去吧。Thank you.
省大税人的钱全用在中山他一个人身上，肯定也闹了不少税。钟先生准备几招？强劲的敌手会让人变得拙劣，在跟他的较量过程中，你无时不刻在模拟他的逻辑，寻找着致命一击的瞬间。同时，你又必须异常清晰地审视自己，以免被他趁虚而入。整个过程中，我的大脑就像一台无法停止运转的机器，在庞大的线索和痕迹中捕捉信息。我相信，就算是一个固若金汤的营盘，也会有不可控制性存在。目标已锁定，是否击毙？要留活口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许开枪。快来攻击！我知道，你们想要活口，我的确知道很多。你们想要知道的东西，你是在跟我谈条件是吧？我想知道是谁杀了我哥哥。是我。小宝，有点不对劲儿。能杀我哥的人绝不简单，我佩服你。我就向你投降。放下你的遥控器。好，拿个命来！祝贺你啊，又一次打掉了夜宵犯罪集团的嚣张气焰。嗨，这祝贺还早了点，夜宵集团毕竟还在暗处嘛。我认为王彪只是一次单独行动，并非是夜宵集团所策划的。我也是这么想，他杀不了中山，他就想跟导致他哥死亡的人同归于尽，而且是事先做了准备的。所以我判断夜宵集团会暂时消停一段时间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他们连折三次，伤了两员干将，他们也是大伤元气啊。但是我敢肯定，夜宵绝对不会放过中山。至于他们越消停我们越难受，那么多的警力我们一个不敢撤。那你们能不能想办法让这个中山先生找个地方避一避？可是如果没有了目标，猫头鹰还会出现吗？那这样说中山先生可是太危险了。我是这么考虑的，夜宵他失去了中山先生这个目标，那么钟先生在一段时间里面可能会比较安全。如果在这期间夜宵再次策划了绑架案怎么办？那死人的几率可就更大了，而且中山以后也会非常危险。我同意长征的意见，谢谢博主。好啊，你们俩快成搭档了。没办法，后起之秀嘛。嗯，向来肯定比我有出息，我得把我以后的路铺踏实了。进来。赵船长，
整台和各报的记者都已经来了，他们争先要采访叶宵案，请问怎么办？出头露面的事儿，当然是厅长先来了。对嘛，领导形象好嘛。对。各位记者，你们辛苦了。我今天代表省厅啊，可以向大家郑重的承诺，专案组目前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，我们一定会将夜宵犯罪集团绳之以法，交给广大市民一个满分的答卷。这是一次惨痛的教训，大家要记住，成大事者绝不能让感情冲淡掉理智，报仇不能以命相拼。我们会替阿鬼、阿彪报仇的，但不是现在。小吴啊，这都多长时间了，我的人生自由现在还受到限制，这样不行啊，我的企业要出问题的。钟先生，危险还没有解除，我们不能撤去对你的保护。老钟，警方是为了保护你，你要配合。老伴儿啊，你是不知道，我那些生意场上的对手们都虎视眈眈盯着我们富华集团呢，他们早就想拆我的台了，这下可找着机会了。进来。解封。说。最近怎么也没见你跟我姐通电话呀？我忙他也忙。你们那点事儿。赶紧过来。你看见没有，这个女人要找开里餐厅，但是开里餐厅在一楼，可他在一楼逗留的时间非常短。他是不是去了别的楼层？没有资料显示。当时有几个监控器出毛病了，在维修。不过这也够巧的。正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我很难判断。你是怀疑？你这样一些。你和警队马上跟肖队联系一下，再去查一下那家洗浴中心，夜宵收钱的地方。对，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是个女人。在场的服务员和刑警队的便衣应该见到过她，她应该是在石夫人放下钱不久以后就离开洗浴中心的。但可惜的是，当时肖队长只是把重点放在了女侦查员报告的情况上。那肖队他们是否没认真调查呢？在场的人包括肖队都没有特别注意到那个人，但不管怎么说，一定有人见过这个女人。你这样，你和雪飞再去调查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线索。谢谢姐夫，给我和雪飞单独相处的机会。走，走，行吧你。接到你们电话以后，我想了很久。谢谢。又和几名侦查员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。总觉得吧，好像是有个女人，在我们侦查员进去不久，她就出来了，一个人。对她有什么印象吗？印象其实很模糊，总感觉那个女人衣领应该是竖起的，还戴个眼镜，所以面目就更模糊了。可以判断年龄吗？很难。身高呢？身高应该在1.65米到1.70米之间。胖瘦？不胖，属于是那种不胖不瘦的。哎，头发呢？长还是短？还是有颜色？那个头发是黑色，到肩膀，而且还有点烫卷。她化妆了？应该是。她挎个包不小，装钱是肯定没问题，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所怀疑的地方。我们绞尽脑汁能想起来的也就这么多了。常组长，我真的不能再这样与世隔绝了，
我现在生意场上的对手们都在猛挖我的墙角，我要是再不出来，所有的客户对我们富华集团就会失去信心。明天富华商社开业，并同时举行富华杯围棋大赛，我必须到场。你这样耗下去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我们现在和他比的就是耐心，一旦他忍不住，我们就会有机会。你认为叶萧是个沉不住气的人吗？如果他一年不动手，你们这么多的警力就一年都能耗在我身上吗？我们还有其他的侦破方向，但进展不大，对吧？其实你对其他侦破方向也没寄太大的希望，是不是？是。你主要还是把宝压在我身上，对吧？对。而且你们上级对破夜宵案要求的时间很紧，你也很着急，对不对？我比任何人都着急。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变被动为主动，由我引他们出来？我不同意。那好，那老子自己就跟他们干，大不了一死。我不同意，这样太危险了。中山先生一旦出事，把咱们当警察的脸可就丢尽了，社会上的舆论也绝不会饶过我们。可中山这个人很固执很犟，如果他乱来的话，可能危险会更大。其他线索也没有多大价值，只能证明夜宵集团中有个女人。这确实是一个两难的问题。不过长征，你是专案组组长，你的意见呢？同意中山的要求。这太冒险了。但是我们现在从人力、物力、财力这几个方面，我们都消耗不起。那就只有这样定了。不过你们一定要保住他的安全。中山的富华商厦明天正式开业，他必定会出现在开业典礼现场。富华集团最近状况不好，他一定要做出一个状态面对他的生意伙伴和对手，据说盛况空前。那我们就去再给他弄得热烈一点。由于时间的仓促，警方的保安措施都是临时安排，我们有很多漏洞可循。不过大哥说过，他不希望再有任何的伤亡。我这儿已经准备好了。好的。
天，钟先生马上到了，盯紧点。放心吧，警方，我紧贴着他，就算有子弹我也给他挡着。好了，新的线路若开通的话，所有导电设备都将成为致命武器。啊，哎哎哎，好了，明白了。腐蚀溶液将会在28分钟之内完全腐蚀所有空调级的悬挂支点，误差不会超过7秒钟。但是，所有空调机能否成为致命武器，就要看姐姐你。时刻注意周围的情况。好，知道了。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所有人员找好站位，要人盯人。我去监控室看看比对，别掉以轻心啊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欢迎大家的光临。富华商厦是我们富华集团一个重点投资项目，因为它利润的一半都要捐给少儿基金会。我在这里并不是标榜什么，而是自己年龄大了，开始思考自己来到这个社会的意义。回首往事，会发现自己这辈子为这个社会所做的事实在是太少了。入口那组注意把那电梯口拔紧了啊。喂，一边啊，一边。我知道我这个人给人的口碑不算太好，可能在座的各位也有不少人巴不得我早死啊。我中山在生意场上的确做过不少心狠手黑的事，所以老天报应让我无儿无女。但我选择了在富华商厦顶层儿童乐园开这个酒会，我就是想告诉大家，我们能为孩子做点事，并不是我在这儿做善事，而是老天爷慈悲给了我这个机会。怎么样？奇怪，这里就漏电。
会不会是静电？有可能，但线路我们检查过了，应该没问题。想必大家都知道我现在的困境，有一个叫叶萧的想杀我，各位生意场上盼着我早死的对手们，有人要抢你们的买卖了啊！我跟大家说点心里话，第一，我感谢警方出动了这么多的人力和物力保护我的安全，第二，我想告诉各位，我中山从小到大就没怕过死，今天我就站在这儿。那个叫毛头鹰的，如果他有胆量，就请你放马过来，我在这儿等着你。没事吧？我没事，那就是看出咱们大家都没事。好，我站住。大家不要乱，刚才是一个误会啊。没事没事，大家都不要乱。啊，大家都看到了吧？由此也可以看来，我们大家都非常安全啊。来，小心。哎呀，不至于吧？怎么能紧张到这种程度呢？来来来，孩子，别哭了。好，好，拿着，拿着，拿着。不哭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来来来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请大家不要惊慌，刚才的事故是因为电线短路所造成的，现在已经恢复正常，请大家放心使用。对于刚才造成的惊慌，本大傻深表歉意。祝大家玩得愉快，谢谢。老师，我们这回去死了。
您辛苦了，怀疑是故意破坏的。我知道了。朱县长，您看典礼已经结束了，请允许我们护送您离开。啊，这虽然是虚惊一场，但是我们还是预防万一为好，以免发生不必要的危险。那好，咱们走吧。相信吗？小朋友，你告诉叔叔，这花是谁让你送给钟伯伯的？常警官，我真佩服你的责任心，你真的认为这个小孩就知道谁是夜宵吗？更期待，希望不会幻灭。天地间任我展翅高飞，谁说那是天真的预言？风中挥舞狂乱的双手，写下灿烂的诗篇，不管有多疲倦。
叫灿烂的诗篇。